看到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，最近他家又出了这款木鱼小键盘，不仅支持热插拔，还能通过驱动修改按键功能和 RGB 灯光的颜色， Windows 和 Mac 系统都能用。上面两颗是复制粘贴，下面两颗是上下切割，旋钮可以调节音量，按一下还能静音，按下程式按钮就能回到主界面。铝合金的外壳，后盖还是一如既往的使用镀金电路板。这么高颜值的小键盘你会用来干嘛呢？